主料：鸡蛋100克，水200克，枸杞2克，辅料盐2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齐食材：鸡蛋2个，水2杯，枸杞少许泡好，鸡蛋敲打均匀至出气泡，加入蛋液2杯的水，加入食盐拌匀，将蛋液放入开水的蒸锅，盖上锅盖，留出一只筷子的空隙，如吐，大火蒸约6分钟，看到表面的蛋液凝固，开盖将泡好的枸杞放入，继续盖盖蒸熟，共需时10分钟。成品烹饪技巧：蛋液一定要搅拌至起气泡，蒸出的蛋才细腻，蛋液中要添加 1.5 到2倍于蛋液的水三，蒸的过程要盖盖，最好留一缝隙，这样气流水就不易进到碗内，蒸出来的蛋才好吃。也可以蛋液往上面封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